这写歌出来呀，拿钢刀啊，大家。
他有说哈，码头你说要去哪一个码头上船哈，那是不一定的。他讲说，我新娘子哦，他煮给他吃哦，他想说，哎，这个孙子很好玩哦，他不给他带，他带回娘家去不给他抱，然后呢，他吃东西呢，他婆婆说，哎，想说自己要煮给媳妇吃，有没有哈？儿子媳妇回来了。他就煮给他吃哦，煮好 一堆的菜他不吃，两夫妻呢，他老那个媳妇拎着东西回来，有没有哈？老公一份，他一份，所以他老娘哦很伤心了。对，老娘很伤心，真的。从此以后他说各吃各的，我也不煮了。年轻就是这样子，年轻人就这样，现在年轻人。不像我们这一代说，哎呦，公婆在那个在我们家里有没有要煮给他吃？现在没有了。不要说煮给他吃，那他煮给他吃，他都不要吃啊！你想看？对呀、啊，对。啊，没有啦。我们校长夫人说不错哦，校长夫人去过了，哎。